呢？不要，不要上来，直接跳啊，好不好？十七万人了，来，还能上到十八万吗？耳环少了一只，耳环掉地上不见了，家人们，谁能给我送一只过来呀？送一只过来，好不好？哎，质量太差了，断掉了，没办法，这断掉了，你们看。几块钱，我这就是几块钱就够了，买那么贵的干啥呢？这几块钱的带一带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十七点五万人了，你们都是谁跳舞啊？谁跳舞啊？啊，怎么变来变去的？来，有请跳舞的扣一，唱歌的扣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跳个舞啊！今天的节目比较多啊，今天节目比较多。换好了没有？来，准备有请咱们工会的舞蹈主播，舞蹈主播小姐姐，有请 Annie 给我们来一首什么舞蹈呢？掌声有请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安妮，好久没有到我的现场来了啊！来，安妮在榜起看一下。榜五，安妮的关注来点一点。谢谢小哪吒大哥啊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安妮，然后我是跳舞的，也是唱歌的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榜五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咱们休息一下先啊，下次你应该选一个嗨一点的。我的天哪，你太柔了。其实现在安妮是进步非常的大啊，我看她跳舞进步真的非常的大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唱首歌吧，来，屯屯，来吧。来，跟屯屯来一个串烧吧，好不好？来个串烧的。他会模仿的串烧。哎，不唱了，不跳了，不跳了，不跳了。来，我们两个来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思琪，我们一起来，好，来一首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送给大家啊，好不好？不用啊，原调啊，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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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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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举起又放下的酒啊，就像甜甜日记子里的话。每一个冷面的夜晚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住的沙。喝上了最烈的酒，随便吧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。喝上这最烈的酒，随便吧，随便吧。狠心一次次原谅着你的过去，一次次为难我自己。难过的时候总独自流泪，醒来后装作无所谓。嘿、hey, 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
傻，喝下这醉了的酒，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，喝下这醉烈的酒，随便吧，随便吧。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，喝下这醉烈的酒，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，喝下这醉烈的酒，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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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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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谢谢，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送给你们。喝酒，你酒杯呢？你在干嘛？谁在悟啊？是你在悟吗？你是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屯屯。你能不能化妆的时候来过来过来过来，能不能画点眼线呢？他完全不画眼线的哦，他就是这样子的哦。我好想帮你画个眼线，行不行？啊？啊，五分钟画完的这个妆，他还是本蛮尊重师傅的直播间的，画了一个妆啊，在他自己的直播间从来不化妆的啊，真的是，我重你，我真的来给屯屯还有思琪来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叫屯屯，我在榜一十六。榜十六的屯屯点点关注，辛苦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思琪，来自东北，喜欢思琪的家人们给思琪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榜十五。来直播间的家们，我们送送人气票啦，大家一起把人气票丢一丢，辛苦你们了。来人气票走一走哦，人气票再送一送，多少人助力呢，家人们？多少人助力了？帮我看一下。啊，一万四千人助力了，我们抽两万人助力，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，一起助力打榜，把人气票送出来。呜！哎呀，来我这导流的人还有呢，我这都是老铁，倒不动呢，不要倒牛呢，啊，知道吗？不要在我这倒流，倒不动啊，你是知不？屯屯不化妆更好看，我打他。哎，你这都底下都我打他，哈哈哈哈，人都没到，打空气，哈哈。来，咱们再冲个十七万，好不好，牛？哎呦，接下来请谁上场呢？接下来请谁上场呢？是要请王导上场啊？是没人的吗？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帅哥也来到直播间，来到我的现场，第一次来到我的现场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我们那个彩虹团的高音女主播，高音颜值女主播也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来，还有一位特别唱功特别扎实的一位女主播也来到我的现场，还有一位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一位帅哥来到我的现场，又是来帅哥，我们现在最近的帅哥比较多啊。你们怎么就走了，刚刚 16.5 万人怎么一下到 15.5 万人，这一万人的就去哪了，你们这是啊？期待帅哥，这都是女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们的直播间三分之一点五都是女生啊，天天就期待帅哥帅哥帅哥啊。啊，这帅哥是小帅哥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请谁，我怎么办，我纠结啊。王导，我揍他，王导。不请王导。等一下，不要说这个帅哥上次骗过他们一次的，帅哥是王导，他们不期待了已经。是不是啊？我们这样子吧，来一个高音实力颜值女主播好不好？
我这喊我嗓子是喊哑的啊。I'm a rotten toy, I'm a not a cry, won't give you what you want, cause I look way too good to lie. 十六个人了。小巴不是、啊、小巴平时喜欢做的动作小巴是不是这样做的，是我做的不好看小巴做的好看哎呦笑死我了，来来有请这位高音小天后我们彩虹团的高音小天后文静登场有请啊，没打开。没打开吗？有声音呢、啊、你说话。Hello, 大家好。文静来了啊，文静给我们的今天。我今天又来了。好了你可以下去了来过了下去吧。来了不走了。来了就是让他下去好不好，来。想听他唱高音的歌。你们随便点，我就这样跟你们说啊。现在还行吗？现在嗓子还能唱高音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来，高音的歌你们随便点，虽然我唱不了，但是他们能唱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唱高音？他们能唱就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十七万人了，什么？楼兰，还有呢？楼兰不是很高啊，楼兰。楼兰也不是很高啊，家人们。左手指月啊，什么？青藏高原也就那一句高了，是不是？我也唱不上去，虽然。降我降五个调可以唱上去啊。来，他们点的那些歌你会唱吗？文静，来，左手指月、楼兰，还有天路、啊。左手指月啊，第一次唱啊，来试一下吧。你现在也学会演戏了是不是啊文静啊是的，左手指月第一次唱想不想听啊，左手指月还有什么歌，舔路啊，左手指月比较多呀、啊、左手指月比较多，哎，死了都要爱，死了都要爱的话女生唱不是很高，真的我也可以唱上去，死了都要爱，哇十八万人了，第八十 DJ 版也可以唱我唱一句死了都要爱啊，是吧，要不要听我唱一句死了都要爱，预备起，前面一句死了都要，前面一句怎么唱的，这不是死了都要，他前面那一句怎么唱的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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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都要爱，不就这么高吗？不就来十九万人了，马上左手指月吧，来吧，左手指月吧，我们开个场吧，左手指月，不是、啊、你应该说这样说，你要说左手指月啊，开个嗓吧啊，可以啊，左手指月，开个嗓，稍微开个嗓啊，来左手指月，来开个嗓，对，嗓子马上还没唱呢，今天晚上马上十九万人了哦，嗯，你不会破音吧？等一下你一翻车的话我就一脚把你踢下去我上好不好，来十九万人听你唱左手指月 ,O 不 OK? 完了，待会唱破音，老板要把我踢下去我要稳一点稳一点啊，来来有请有请文静给我们带来这首最难唱的歌曲之一左手指月，掌声有请，看你的这小女孩能唱上去吗？这小女孩一看就不行。第一次唱哦，第一次。左手握大地，右手握着天。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三千世如所不见，左手捻着花，右手舞着剑，
第一句就唱跑调了。你来，来，你来，掌声来打在公屏上。呼，来，喜欢文俊的，咱们榜十三，点点关注。再来一段。左手里弹着，右手弹着弦。舟楫摆渡在温泉的水间，但烦恼能开出一朵红莲，莫停歇给我杂念。左手指着月，右手取红线，人家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在我的直播间唱，去年就唱过了。来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高音小天后啊，文静，在我们的榜十三。然后呢，她也是年龄很小啊，刚刚大学刚刚毕业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学刚刚毕业。然后大家呢喜欢听歌的，咱们再点点榜十三的关注，好不好？先点点榜十三的关注啊！哎呀，这个是。直播间的杠精啊，真的多得很啊，这杠精啊，杠精，我跟你说，当你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，最好咱们收敛一点啊，好不好？我就不敢说话，我真的，我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啊。好，来，这样子吧，文静啊，还能唱什么歌？还能唱其他歌吗？嗨的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那我们俩来吧。我们俩来吧。好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来，一个来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我们来一首嗨的歌哈，好不好？看他唱嗨的歌怎么感觉，好不好啊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来，伴奏声音大一点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送给大家。呜，嘿。你好。One, two, three, let's go。人气票刷一刷，再次握住你的手，说声再见。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，我送你离开故乡，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。总得话语说过千遍万遍，无法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面，当泪水模糊视线，我发现你已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好吗？可有泪水打湿双眼？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？你那不再熟悉的笑容，对我可是一种敷衍。想起从前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已经有了太多改变？电话那头习惯的问候，对我可是一种敷衍。手中握着你的照片，我无法握
声还好吗？文静唱的还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唱嗨歌也不错，是不是？来，把我们文静的关注点一点，王琦。大家好，我叫文静，今年21岁，来自湖南郴州，是彩虹糖的一名奥运的主播。大家喜欢文静的，给文静点点关注好吗？榜13，在榜13的位置，谢谢。好，榜13的文静，咱们点点关注。来，咱们再把榜上笑笑哥的关注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喊人气票来，头顶上黄色爱心，人气票还没送的助力打榜，一起把人气票送出来，免费的丢一丢。直播间18万人都把人气票丢一丢啊！有2万人助力了吗？才19000啊？几点了？怎么才19000了？交一下来，来来来，拿来。榜十三在哪里？来，我告诉你们怎么点关注啊！右上角这里有个10万加啊，10万加右上角点开，咱们就可以找到榜13了啊！来，榜13，咱们直接加号一点就可以关注了。然后来，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，把人气票助力打榜，免费的送出来，头顶上送礼助力来，一直点着连送600张。我们现在暂时领先第一名，21000人助力，咱们冲30000人助力。来，现在8:35，咱们还能保住大红色吗？2.1万人了，来，今天咱们再保一个大红色的人气票、人气榜啊，好不好？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来，一起点。助力打榜，看到没有？暂时领先第一名哦，9点就解榜了，最后25分钟，免费的送出来，头顶上是送礼助力啊，送满600张。来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干嘛呢？接下来的时间啊，2.4万人助力，咱们能不能到3万人助力？呜，来，这样子吧，来了一位帅哥啊，来了一位帅哥啊。我每次你知道吗，来帅哥然后我就会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男生唱会唱的怎么样，因为女生我知道他们唱怎么样，男生第一次来我会有点担心他的那个发挥啊。来，今天不要这个音乐，今天又来了一位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的帅哥啊，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的啊，要不要看？来，想看的扣一波看好不好？一会儿文静咱们再来一首我的楼兰啊，一会儿啊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我们给别人点机会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又来了一位帅哥，人气票咱们能拿第一名吗？保持第一名啊！等一下，还没让你上去呢，帅哥。哎，长得挺好看的呀，长得好清秀啊，这位帅哥，还没让他上来他就上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懂我们的套路？我们的套路要等邀请你上来你才能唱啊。浩东，不是，来，音乐停一下。我说第一次上，他就是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，波哥不会骗你们的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说一句话，我问你，采访一下你啊，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先走到这个海，背对着我们，好不好？你走到个台子上面，背对着我们，来放个音乐。有声音吗 ？OK。哎，不是，站这里啊，站这里啊，帅哥，站这里啊。哇，他腿好长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来。最近来我们直播间的男生那个腿都是这么长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男生的腿都比女生的长啊？哦，比我的长。来，这样子啊，没看清楚啊，我问你啊，帅哥，你把话筒那个拿起来啊。好的好的。哎呀，你干嘛吓人呢你啊。来，我问你啊，你会唱什么歌呢？孤勇者可以吗？哦，不行，等一下再唱孤勇者。怎么最近来的男生都想唱孤勇者？我们俩先来一首吧，因为我没听过你唱歌，我怕万一你翻车的话，我这里10多万人20万人呢。那来一首阿依莫吧，跟老板一起可以吗？不行啊，阿依莫前天才跟一个男生来玩阿依莫，你不能再唱阿依莫，再换一首。还有什么歌？他会魔法吧。他会魔法吗？他会魔法吗？现在多少人呢？17万人了。来，来，那就他会魔法吧，好不好？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来，我们把助力人数上到3万人，头顶上助力黄色爱心打开，
助力打榜，免费的人气票送一送，头顶上送你助力来，还有最后22分钟就要解榜啦，把人气票送出来。哟，多少人助力了？2.6万人，咱们能到3万人助力吗？啊，他们想听阿依莫哎，想听阿依莫吗？孤勇者，孤勇者，这样子哈，家人们来，直播间的朋友们来，想听孤勇者，我跟他先唱一首，唱完你们觉得可以，我们再来唱孤勇者。如果觉得他唱的不好，我们就直接把他踢下去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啊？直接把你踢下去，唱的不好的话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说。来，他会模仿吗？不要声调，直接放放原原调。他会模仿吗？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句就你就过来唱啊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声卡都没弄好。相逢恨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想听阿依莫呀、啊，他们。那就阿依莫吧，老板。阿依莫吧，来。每次男声音来都是唱阿依莫，真的是19万人了，在双击屏幕点点赞，把人气票送一送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真的好忙啊，我觉得我自己啊，哎，就刚刚那个，这个简单的好不好？等我跟他唱完再来孤勇者，不要打乱我的节奏，我会让他唱的，你们等一等，行不行？人气票第一名，保持一下。人家一冲的话，人家等一下一冲，一冲上来，我们就来不及了。现在一定要把人气票都送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家不打 PK 连麦，不连麦送票，所以咱们都靠自觉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到3万人助力？啊，2.7万人呢，2.9万了，来到3万人助力，放阿依莫。你能唱 DJ 版吗？就这个版本吧，挺好。OK， 我想揍你。别紧张哦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。再难过，一个人去远方流浪，你不必忧伤，失去的梦你可曾忘记？我承认我曾经爱过，曾经为了爱无悔付出青春，我梦见你的笑脸，长夜像风吹干你脸上的泪痕，失去的爱不必再留恋，回到世界消掉的青春。爱妞妞太黑马太沙漏，穿过黑夜寻找黎明方向，失去的梦有太多的无奈，别让岁月爬过你的皱纹，皱纹。阿依妞妞海马太沙，啊哈啊哈，阿依妞妞海马太沙。帅不帅？哎呀，他们说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谢谢。来，就唱一段好不好？一首阿依莫来送给大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来介绍一下。我叫做木木羊，来自湖南长沙，是一位新主播。新主播，来再绑起。
榜二十一，在榜二十一的位置，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他好乖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上去就是那种少年感很强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今年很小吧，年纪啊？也不小了，还好。啊，也不小了，就不说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不说自己的年龄，来，榜二十一的他叫什么名字？我没叫住。木木羊。木木羊，点点关注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样子吧，再来一个他会模仿吧，吧来。他会模仿，我觉得他现在是还是有一点点紧张，感觉到了啊。我们来一首歌再放松一下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如果大家还想听你唱雇佣者，你再来伴手好不好？来，他会模仿吗？来送给大家。遗憾是一时昙花，只能怪相逢恨晚，造物弄人了。越飘越飘，嫦娥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吗？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，我的时间啊。月儿飘啊飘啊，你会跳舞吗？会点。来啊，一起来。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悬崖勒马，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。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线昙花。云儿飘啊飘啊，嫦娥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她的笑吗？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，我的时间啊。感谢滑溜溜的当代舞王，来，你跳，一块跳吗？来，掌声！尖叫声来一点 ！One, two, three。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线昙花。云儿飘啊飘啊，嫦娥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她的笑吗？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，我都是煎熬。云儿飘啊飘啊，嫦娥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她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，我都是煎熬。煎熬。学小八的动作，嗨！3.1万人助力来来，头顶生活三星，人气票送一送。谢谢，来谢谢，真好看，多才多艺，人家说你夸你了，知道不？哎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要多一点信心啊，好不好？第一次来有一点点紧张，很正常，每个人来我的现场。直播间都会有点紧张的啊，好不好？咱们来多一点包容，来，王杰看一下，王叫什么？我叫木木羊。木木羊，榜二十一的位置。榜二十一，点点木木羊的关注，木木羊多少粉丝了？看一下，木木羊，木木羊3525，能不能给木木羊点到10000的关注？哇，谢谢家人。来，榜二十一，右上角100000加人气，打开。找到榜二十一的木木羊，点点他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新人哦，咱们彩虹糖的新人，多一点啊关注啊，多一点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多唱几次应该又是一个唱将，很多人都说了 因为第一次来会有点紧张，没关系的。我主要是看到老板很紧张，因为我是你的粉丝。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啊，你怎么又是我的粉丝了？真的，我是经常看你直播。哎，他的眼睛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特别。特别啊，怎么说，特别纯的一个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就从他眼神里面看得出他是个很单纯的孩子。7000了，能不能到10000来？哇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是刚刚到我们公司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挺好，挺好。
麻烦这种小帅哥再找一点，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帅哥，全是一堆美女，全是美女，咱们的直播间真的啊，是不是啊？还唱吗？还要他唱一首吗？家人们还想听他唱什么歌？他们说你皮带歪了吗？没歪呀，谁说歪了？皮带歪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们都是看干嘛？我就揪一点，皮带去了。一点来，你还会唱什么歌？你怎么一下就雇佣者了呢？雇佣者，我天哪！我这雇佣者，我就不敢让你唱啊！雇佣者，真的唱的还可以，老板。真的吗？要不试一下子？他说还唱雇佣者，想不想听？雇佣者。来，孤勇者好不好？你把孤勇者打出来。来，你是不是特别擅长唱慢歌？你要话筒说。是的，是的，老板。哦，他就是属于那种可能平时唱快歌比较少啊。我是赶鸭子上架，逼着他跳的。给我们来一首抒情歌听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怎么保住第一名啊？好不好？来，助力打榜，来一起送出来免费的人气票，免费的人气票送一送，送礼助力连送600张。9点钟，马上只有11分钟喽，人气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想听他们说，3.2万人助力，能不能再往上走一走？来，我们的人气票，来看看人气榜，人气榜来，已经3.3万人助力了，3.3万人助力了，咱们再把助力人数往上再顶一顶啊！谢谢大家，来，19万人了啊！全部非常想听你唱雇佣者。你雇佣者熟不熟？还挺熟的。不放这个音乐，很熟的啊。雇佣者不会紧张了吧？雇佣者不紧张，唱慢歌就不紧张了啊。嗯，是的。来，雇佣者好不好？马上20万人了，来，全部想听你唱慢歌，会不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啊？唱慢歌啊，免费的全部丢出来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个，你唱这首歌给你找个小美女跟你一起合唱告白气球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不愿意。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你屯屯，你怎么能谁都愿意啊？你不能这样，屯屯。你说不愿意，我跟你不是很熟，你要这样啊，不给他，不给他唱啊。来，人气票都送一送来，19.4万人，我们来有请。他在榜21，对不对？榜20。我又忘记你名字了。木木羊。榜20的木木羊，咱们给他点到10000关注啊！一首《孤勇者》送给大家。是勇敢的，你额头的伤口，你的不同，你犯的错，都不必隐藏。你破旧的玩偶，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，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。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我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。骏马匹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直到黑夜中的午夜雨露后，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哇哇！不好意思打扰你了，他比我想象中唱慢歌好很多，非常的稳，有没有觉得？你是属于男中音的，也是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能听出来，老板，确实是男中音，因为我也是女中音呢、啊，所以来，咱们再把木
关注点一点，还差2000破10000，来榜十九的关注走一走。谢谢大家，榜十九木木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榜十九的木木羊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，非常棒！今天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觉得你的表现，我可以打80分啊，我觉得非常棒啊。下次让你不要那么骄傲，下次再更努力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来，谢谢老板，好好直播，来，咱们再给榜十九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好听，很好了，这个歌很难唱的，就在200000人的直播间能够把这首歌唱好的，我觉得都是很有实力的人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遗忘了啊，来，我们现在人气票还差多少？直播间170000人，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我们保住最后6分钟，保住第一。Let's go。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。这是什么怎么伴奏？不对，这个伴奏，这伴奏不对。哇，我的天哪，来换一个吧，换一个我们熟悉的，来，咱们换，我们换一个伴奏。爱你我也来，细雨迷离，风雨解开我的记忆，我像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记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意为你祝福，我爱你，心也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渝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为你付出生命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10000年。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意为你祝福，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为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10000年。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咱们茶叶妹的关注点一点，再榜起看一下。榜八，榜八茶叶妹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感谢感谢。谢谢直播间所有家人们。刚刚升了一个调，我的天哪！我说怎么这么高啊？升了一个调哪来？这样子吧，茶叶妹给我们单独来一首什么歌？好的，我们唱一首，来一首老歌新唱，我们翻唱一个 DJ 版的《风雨中的承诺》送给大家。来，《风雨中的承诺》，来一首老歌，《千千阙歌》的中文版。好的，《千千阙歌》的中文版啊，是不是？那要不然你唱那个，我唱不行，我不记得词，来。好，来一首《风中承诺》，《风中的承诺》啊，好好，来，《风中的承诺》送给大家。来 DJ 版啊，对 DJ 版的 D 伴奏啊，你搞啊，来，沈念版吗？哦，不是啊，韩宝仪版吗？就是对，韩宝仪版。来，开始一首《风中的承诺》送给大家，来一首老歌送给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沉睡中的梦，迷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带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，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，何处是我最终的去留，来夜总是轻轻举过飘远远方路旅雪，来夜总是轻轻慢行两个都满意了，都被把孩子秀买来一绝不好是我分的舍，啊让你今晚共我唱。好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不错啊，粤语也可以啊。来，咱们把茶叶妹的关注点一点，再榜起看一下，榜十。加入了榜八茶叶妹，谢谢大家关注。榜十，现在榜十了，现在榜十了。来，咱们是喜欢我的记得瞄准榜十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